得喂哦，准备起锅了吧？准备开饭了吧？之前是焊有这个架子，就是之前焊的太宽了，那个猪太小了，我都烤得出来的，然后它板了一下，现在可以猪等到了。 吃好了没有？煮好了，你又要来点。我吃饱了吧？再吃一点吧。你去吃饭好了，算了。没有，马上好了。我等待火完就。哎呀，一点点懒得退出来了，不然我怕焦锅。在这搅一下，整点那火小一点的。退出来。退出来。你去吃饭。洗杯水。负责，慢慢去。 哎呦，肚子哎呦，你敢决定的哦！廖总。
来关心我，从晚上那一天烧完了再回去，他就直接把我的火给拉出来了。等一下我拿水来，你灭去。不用停了，就这样就得了，不用停了，它会自己灭的。那我们就先回去吃饭了啊。这个不能吃，这个能吃，我就吃这个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啊。拜拜，拜拜，吃饭了，不得了。老板呢？老婆，一碗。回去吃饭。